干嘛干嘛？继续玩啊！继续玩啊！啊！好爆冲！我是以安全呐、啊，安全跟你们讲啊，不然人家真的摔倒。因为有时候那个落差，水沟的落差比较大，所以下面比较软。对啊。跌到底！看这油全油门哦！好了，你开心一下，别搞到啊、哦，真的贵哦，这个七八千块啊。